我知道呀，打死优队，打死对面就对。但是不会的，就是太差了，我后面就死了。你被狙死了，开心啊！我不知道，我是被刷杆打死的，然后我就想要个皮肤，我还不给。我本来想混队的，但是我太差了，我就零杀。然后我还赢了，就是我觉得特别对不，就是我一出门就被打死了，然后他们就保住了，我就觉得我就藏起来好了，然后我藏起来又被人找到了。那对面用什么枪打？对面用什么枪打你？就是他跑过来，我没有看见，然后我就被打了。哦，那我因为每个人都是南瓜头嘛，然后我又没看清楚，就分不清楚敌我，然后我就被打了。我相信对面肯定是拿着纳什喷子。哎，你们可以进队了。看到你们两个进来了，哎，按不了，不能按，不能按。以为自己的。因为现在是什么？现在打浪潮最好的三人组应该是麦肯。如果是不卡 bug， 麦肯、基根还有这个维安吧。如果你们经常倒的话，就维安；如果不是的话，那就艾米尔。喂，碎哟！我们要打小猴子吗？打，小心点，他伤害很高的。围殴就对了，我们三个人打一个啊！他打我，真的。砍就对了，哎，搞定了！我操，有点。哎，群殴哎，群殴能不赢吗？快！绕左边。而且你跑这么前干嘛、啊？有那个麦克。他跑得好快啊！快开他！耶、yeah, ，冲！这都是我开了。哎呀，我被卡住了。为什么每次都是我？我来了。为什么每次都是？跑，香港记者，我成功了！跑，香港记者，快跑！我成功了！好快呀、啊！妈的，香港记者，快跑！关门！关门！哎呀，我被锤了！我被猛扑手啃了！我被锤了！然后被割脖子了，跟你说。哦，你还可以看见他处死的瞬间。哦。哎。那怎么子弹够不够啊？这就是难度。我们子弹不够啊。不是你们两个大招怎么样了？我用了。我有。你有大招啊？但是我的很小。但是你那小盾怎么办？对，我是超级小子弹。我等一下吧。